越荒诞，观众越爱看。八点档片场解密大公开。我是 A 条线的小三 ，B 条线的小三确诊，两个小三都交给我演。那段时间，除了我自己本身小三的报应，还要他的报应，鸟屎滴在头上啊，被泼水，都是我。有一个黄色雨衣大盗，我们就说明这个剧情。黄色雨衣大盗在前面跑，警察在追，怎么又出来一台警用摩托车？警察，他以为他是真的雨衣大盗。对啊，差一点就今晚十点，小明星大跟班。